疯魔剑魂。国士无双十三面什么意思？这 ID 很多人知道吗？觉得我更可怕是吗？啊，又被帮了，我操，兄弟们来把泽拉斯吧，我很生气。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魔法吧，召唤师。算了，来把泽拉斯吧，早死了。给自己留点面子，给自己留点面子，好吧，不过分了。我回来了，永恩被帮了，兄弟们，永恩被帮了，有永恩肯定完了。哇，还好他闪现没用出来，不然我没了。他闪现用出来我死了，兄弟们，我不骗你们，真的，这姐反应慢。如果他反应快一点，他闪现直接闪现我没了。我想上的时候他刚刚好三级了，我操，我以为我一个闪现虚弱配合我的恶意重伤直接活生生就 A 死，然后他三级了，我操，我就有点尴尬了感觉。还好他反应慢。你早死了你！什么态度？真的是 ！Shut down. W. W. 一个一中，还咬你，还咬你！能懵逼了已经。没关系啊，放心，我就喜欢压力。我现在我打这个就我就很喜欢队友给我压力，虽然我打王者局不喜欢啊。出了护臂的，我伤害还这么高，你感觉有点侥幸。我就一个 WQ 一 W 一个 Q 一个 W 一个 Q 弹打了，他挺不住的。我没舍得用这个 E 啊，不然把他大招给骗了。冲过来，把打地手等一下。好家伙，好闪现，没事。海爷，交给你了，漂亮！妈的，哎，好死啊你！好家伙 ！OK， 5 4 3 W 一个 W 一个 Q， 再接个一，一个大招 ，biu biu。就是这么屌！我操！
无敌，有没有感觉德拉斯？阿拉夫交给我，我是。讨厌！哎，其实他们不用追奥拉夫了，直接交给我就好了，我就过了。你能不能？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？没吃饭是不是？蹲一下！我操！放肆！什么态度？难受。哼，一无所知。你找死，交给你了。反向思维，兄弟往这边跑，跑这个劫会从这边过来啊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朝这走，怎么样？我不是脚本，我是高手。什么态度？这人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中塔都要被推你推被你推没了！我！呵呵。哎呀，我操！干扰而已。别，就开这一次。讨厌，找死！没吃饭，用点力啊！差一炮，感觉你他妈找死！奥拉夫没杀死吗？哎，差一炮，感觉。哎，有话好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他妈，这个女警的什么态度？我觉得这个有点侮辱。我操！我刚要是把这个奥拉夫射死了，他可能真就……我操！没吃饭啊，干嘛？
我的。你瞅。哎，这800兄弟。哎，800不是我的，现在崩了。哎，800块呀、啊。你瞅啥？你瞅啥？哦哈！好家伙，牛逼！你他妈射我，你他妈没找死啊！你找死！你找死！什么态度？你瞅啥？一瞅法传慢哦，我操，得先出法传慢啊，感觉这人有点肉啊，这个奥拉夫有点打不动了，这出魔杖了，你们法传慢感觉打不动了，我操，这上路怎么白给他滚一点、啊、兄弟，兄弟，你瞅啥？哎呦，闪现好闪，牛逼！你瞅啥？我操，完了！你瞅啥？你瞅啥？你瞅啥？你一个意义中，我操，完了没意义中 ，GG。哎 ，biu， 哎 ，W， 哎，这大哥。看你了，兄弟，别吃屎啊！两个长血。我操，好吓人呐、啊！我也怕这猴子，待会儿保护。哎呦，有点尴尬，对不起。走。哎！他妈，你这个人态度就有问题的，你态度你就有问题。我还没有神装啊，我是不会烂人头的，因为我还没有神装，能打了这个，这武器得来啊，武器他妈在家里吃我蓝，什么态度这个人，我他妈这么开嘴你吃我蓝你。必须的，不强怎么能是脚本？反正麦还没出，这什么态度啊？这个什么意思？什么鬼？可以控制我操！
吧。你他妈！哎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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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差点钱啊！我的实力虽然被限制，女警没闪现了，还没有受损。哎呀，我操，差一套，拿走。他对力量一无所知，这个人没办法，他不知道，他可能没有见到过我这么牛逼的哥拉斯人头。哎呦呦，兄弟，我位置有点尴尬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兵线，再玩一会儿吧。回家出个药剂啊，喝点药。我操，860发枪，340，我黑暗收割340，我一个 Q 900，再加我炉灯，900加300是1260，1260加我相当于半血以下，我一个 Q 砸下去1400。我操，对面铁了，我是不给我玩，不给我游戏体验，我好难受。可以，我应该说斗鱼搜索王继超，不要去举报我了，没意义，你知道吧？